자식어 땡유허세보 리티지디아코 리뛰오베자오코 직능사식어 겨운리에가보 마이키사관 샤미완료 리에 심날 리에 보라이 弟弟，I got like my sweet birthday， 来跟我做咩庆祝？哈，我想到啊，拍戏啊，我无闲。你唔是单好陪我咯，做你这种无爱。唔是，这礼拜无闲，是以后无时间陪你啊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 我能分手了。做你副长，刚爱分手，你莫给我当你爸爸的查某。你安怎收凊彩礼？为滴我能两口啊，是无相识界的人。我能以后莫见面。 好食的，喂，你怎神神的？头先我看到我古早的查某朋友，更加神的物件是啊，伊的查某朋友来你去岛改求婚呢。哇，安尼兴啊！你个暑假有咩？切，我都搞得讲了，伊是我古早的查某朋友。哎，古早，我是我后生伊的哦。连，你的面安尼哦，唔敢玩啊。是因为，卖讲了啦，卖直直讲我，你咧？ 找到所在徛了无？安怎？遐收留我？是收啦，恁收啦，食饱了我缀你转厝，我即个所在互我困着会使了。放心，暂时互我拢放一下，我找到所在就马上搬，好无？兄弟，我知影你真凊彩，啊，毕竟我即阵嘛是拢放别人的厝徛咧。算了，我阁想办法。好，歹势啊，歹势，就做两块。 讲真个啊，若是我即阵着多多，我着买一间大大个按摩厝，哇，招你来徛，你要徛偌久就徛偌久啊！着多多啊，慢慢等哦，毋等久着有啊。你来免爬遐尼久啊，即阵出来了，应该找一间好好个学校，松松困一暝吗？松松困一暝，免钱吗？无钱，无钱着趁啊！ 哇，真久无来了，这道阁是甲旧早受伤啊！顶日是无变啊，但是孙达是人愈来愈厉害啊，想要找招水火来调，本事会艰苦。哎呀，莫想讲查某好无理，当今是查某的世界，有真侪查某比查某阁较厉害啊。但是孙达是查某人的世界吗？国公啊，今日你也徛学校吗？要徛学校就要考虑啊。 Hello， 好势无？什么代志？无啦，看你一个人耍，安尼无聊，阿麦，挂一张。老醉。五十。兄弟，五十，莫了时间啊！哎呀，不要紧啦，耍耍尔嘛，好，交一个朋友，阿麦。
OK， 我留心。三起听输赢，分数关于人廿镭。未使，你点声？医生。哇，水啦！我六个月无拍，倒阁进来啊！来去市场，一包人包好大淡薄，两百块。阿姐，我那无算安尼大，你找别人。小等者，哎兄弟，有一个菜头哪里面头前你卖大啊？卖花人骗啦，我看伊头前是假假的，敢若钓鱼安尼看。惊什么？我人又不是食了米，看点钓点。伊卖算，我算。你算？安怎？惊？我本来惊，算就算。过来一张，喂。好啊，我可是讲你唔敢算啊。这摆啊，唔是我甲你算，是伊甲你算。我能算大淡薄，五百。我输噶。等者，喂，我无你做镭啦。安啦，一人一半，靠对袂破。输了变安怎？妈啦，会输，你的水准包赢的啦。笑，有脸不无包吃，你快来包赢。无变安怎，认输啊？我拢着要将头先输的镭赢倒转啊。我今日我人就要困路边啊，你来麦 ？OK 啦，输了麦怪我。安啦。亚弟，你的总分是135，你凊彩加一个80就够了。你有好势无？安怎嘞？老爸一支钓30啊！老爸一支钓30。那200块。过200块嘞？我身躯顶无镭。命一条，你来你行咯。哎呦，过卖大声，我真惊耶。哎，少爷，哎，莫乱来咧。我帮你看啦，你当然有咱规律，咱定着会行你行李的。会使，我给你面子，但是利息咧，我照算。开玩笑，几百块的物件，不爱算利息啊？想袂到啊，予人扁倒转啊，真是愈想愈白切啊！我都甲你讲，见好就收，你就是莫听，无事了啦。我明仔载伊个笑会真个，哪咧假笑，阁会晓钓鱼个。我那古早嘛是即招来骗人，即就叫做报应，无变啦。暗路行侪了，早晚嘛是拄着鬼啊。我真个有够衰，啊毋是啊，老尾一支表你拍着家己个表，我啷就赢了嘞？算啦，都如安尼做，那毋是。出来捞起左右弯，即句功夫话，恁捌听过啊？特别兄弟，250嘞，会使让你困好掉啊！即阵啥物拢无了咯，即就是命咯。安尼，
你今暝安怎看？困好掉了。来，楼梯也好掉。这是创到要困路边啊！好的袂灵，歹的灵。什么路边？这倒是总统套房，够出定的啊！这代志是我创出来的。今暝你困多了，我就陪你困多了。免啦，你又不是无所在徛，安怎要搞地主到亏收？你无听过咩？人讲天冷地冷，人情上冷，我哪知道搞你亏收无？困到大半年的涂卡，想讲出来有一张软软的眠床困。收尾到，阁是爱睏涂骹。睏涂骹有啥物无好诶？上重要诶啊，是爱睏下去啊。大汉讲了无啥啦，做人上重要都是爱食落睏下去，那无啥物包鱼好吃啊，徛毛厝啊，拢皆是假。Bro， 感谢你啊，啊毋是你叫我，我有可能就害因两个小孩怕死。哎呀，想叫我赢你，安尼就留意。我出家啦。哇，小雨，你真的是有雷人啊！哎呀，早知影就雄雄赢你较侪雷。无问题，阿在讲笑的啦。OK 啦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Bro， 礼拜有啥物代志来找我？全无。OK， 我记掉了啊，卖变话啊。来，拜拜。少爷，起来起来起来！喂，少爷，三更半暝出来做啥物？莫甲我讲你要偷偷入去啊！你是讲我爬袂到啊？这倒是靠阿夏惊闪的厝啦。哇，你大惊啊！奇怪嘞，甲十几摆安怎阁无人听啊？是毋是我好白啊？少爷，来到门口了，你阁敲电话？有人来了，你拢是谁啊？啊，兄弟无啊，我那是兄弟朋友，有代志找伊。哦，兄啊，伊出国留学，暂时袂转来。哦，啊，你看啦，歹势，交叉。行。红哥，等者。你是兄弟老爸啊？是啊，什么代志？其实我人今日来啊，是要偷偷转我朋友因得个。算了，莫讲了，行。啥物莫讲？我是去帮你偷偷转，想欠你个有啥难咩？哦，我明白啦。你人爱偌济钱？无啦，红哥，莫听伊乱讲。算无欠我钱。对啊，伊无欠伊钱，伊欠伊个是人情。啥物人情？若毋是因为要救你个囝，伊就袂去伤人啊，袂互马达俩关了六个月，这六个月要哪算？甲你爱偌侪钱？一万块好无？一万？安怎？嫌少？够够。OK， 你等一下，我去内面写张纸给你。哦。哇！一万呢？我收到少爷老爸你写你个啊！有钱人就是无受伤啊，做代志安尼爽快。哎，兄弟，这笔钱啊，是我讲到有嘴无烂，甲你吐转来啊，你莫家己一个人吞的。放心啦，我拢是 brother， 一人一半。靠地皮破死你啊！袂答案呢？安怎写一张check安尼久？可能找袂到笔咧。哇，我安尼准无？大伯来吃大饭后嘛打你啊？吃啦了啦！屋主报案说有人勒索他。哎，本来阁是爱带你去徛毛厝啊，想袂到差淡薄就爱去徛马达厝了，歹势嘞！哎呀，煞啦，又毋是你的煞啦。兄啊，有人找到Sean，啊无代志就大条了。真是愈想愈袂答案。全部是因为伊老爸啊，啊是我搁拄着伊老爸啊，我定着予伊演出大戏，无伊明仔袂叫袂答案。哎，你搁嫌代志袂够多啊？啊是少年老爸出啥物代志啊？马达定着找阮人算账的。无安怎管？啊你着煞。连，你搁想要安怎？
哎呀，我看你嘛是变忝了，回去睏啦。安尼你咧？家己代志家己 settle 啦，别人是帮袂了你诶。安尼好啦，你有代志才找我。OK， 你有代志莫找我啊。较小心淡薄，甲你讲偌侪摆了，着带手笼甲徛，小心烫着。哦，挂手笼，小心烫着，我会知。什么味道啊？臭蛋！哎呀，臭蛋了死了，我包冰龟色啊！哇，不会哩，我龟色不会臭蛋哩。出烟了，哎，较紧砍了，砍了电，较紧啊！谢老板，哎呀，都太臭，崩臭蛋了！爸，真系去崩完呢？太了啦！太了安尼做你妹？什么做你妹啊？买新的咯？买新个贵袂？贵累？你知影无？政府每三个月都会给咱水电费回扣。哦。一个月刚刚无回扣，剩落来钱就会使拿来买电饭锅。回扣，安尼会够你买新个电饭锅袂？那是你加袂够，我阁有一笔消费税补助券，嘛是会使拿来用。真个啊，安尼好啊，安尼咱就得拿来买新个饭锅了啦。我迄个麻将钓多多嘞。正常啊，好咯，得食早餐咯。你一起来就看手店生意做真大，卖个算了，食早顿。等下才算啦，食早餐先，吼。又是食这個啊？真侪人连早顿都无通食，你有通食，搁讲你侪。今日袂平哦，有补过食。这是不是你昨晚拿回来的吗？是啊。这是咱阿妈唔敢食，留好你食的，你搁袂嫌啊？那我还给你哦。你看我。爸，你看，又个食两个，我食真惊哦。我是受气来，上你番半戆半呆啊，本是真正有福气啊，免受那罪，免烦恼那罪。你个大世界，我算你俩无救。你若是了救，我就免烦恼了。啊，卖讲你就较紧食，咱买赶紧去买电饭锅啊。哦，你们要去买东西啊？我也要去。你去做什么？我要去买伊斯古德。你来买什么？伊斯古德。是电动滑板车。滑板车啊？你无来生哩，我哪会得换车？不是换车啦。伊讲穿，伊是骨头，就是报纸逐摆报道，真侪人伫路基无小心弄着那一款车。哎，弄着咱啊，安尼莫会啦。不用担心，我会小心的。会小心啊？会使袂？伊讲的话你不相信啊？那是开玩笑，伊是骨头啊！我甲你讲，早晚弄死人。弄死人？莫啦，阿公打了对，莫背啦。学校很多同学都有了，我就是爱背。人有你不买我啊？我甲你讲啊，我真早就买换迄电动轮椅啊，受够这阵我不唔敢换。我惊人袂够你买，阿妈唔是包你买只手机壳了咯，把你只背好吗？算了算了算了。正常了，袂食早餐哩，正常。有你成派了啦。做你妹。也袂食嘞，莫插伊，莫插伊，巴肚枵，家己出来食。伊是骨头骨类啊。你免想，咱无你买。更是孤累啊！你是不是在看政府给咱的消费税补助券入了未？不是，爸，我是老想阿正想当个伊是骨头，就爱孤累啊！你想不免想哦，
这物件真正贵，咱买袂起啊。真贵啊，古雷。你这囝是咩本来？可惜伊是沙拉丁，是西班牙雷人的厝内。是是啊，你讨厌人有雷吗？就是有雷人，伊是我家囝，就是有雷人家囝咯，哈。这个是我的雷，你莫小想去买个有诶无诶，互你叫。但是哦。莫但是啦，去买饭盒啦。哦，去买饭盒啊。好你艰苦。袂啦，袂艰苦，穿爱尔嘛。伊当时正想睡的时候，嘛是我甲伊穿。哎呦爸，你该靠住你老伙啊！我忘加了啦。够忙加到老伙啊！住你安尼，这忙听到是真大只吼、哦。唔是啦，像我去白白出回来啦。呵呵，你家己白个老伙啊！真趣味哦！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哎，正常啊！我甲阿公出去买物件，你日头想食滴解，我袂转来哭了。管你，那较紧去，较紧转。正常，你想食滴解？哎，卡慢淡薄，卡慢淡薄。哎，我还没摸到的是啥花只？好彩咱相得咩，做都不可以撞到嘞。你行安尼紧啊，唔止那危险，你家己本危险嘛。啊，那危险，帮我打埋啊。啊，算了算了。头先伊话一定，伊是咩？伊是骨折啦，啊，都是你买买好正常诶。是咩？啊，安尼趣味诶，好好耍哩。趣味弄着，咱你敢会知影？哎呦，死咯！正常买得过哩。果是一无脑诶，乱乱趴车。做你莫，做你莫。用脑啦！你将轮椅咧搬过去，我划条这车慢慢行去头前等。慢慢行。啊，无问题，无问题。Hello， 什么代志？你两在做什么？累车，block 台湾人啊！你个车十磅之高，应该容易袂得过哩。喂，你个轮椅靠着我的车？哦，拍死，唔是跳低吼？唔是跳低就免赔啊！是的，黄哥，你看人桥架人蛮有累赔的。条件咱就愈见爱小心，莫敲着人个车，甲来讲无镭赔，无代志发生安尼看。爸，我有镭，我买来赔有二十块嘞，会交袂哈？交，但都是袂交啦，算我衰啦。歹势吼。嘿啊，我有二十块啊。拜你搬轮椅，较小心淡薄。我真小心了咧。你小心，我敲着人的车。无，我无敲着伊的车。你安怎你无代无志，好人二十块？我完全无听着伊的车。你真是戆瓜呆啊你！真该咧。这个车主啊，应该是比阿呆甲空卡桥较两倍，连二十块本爱啊。讲真嘞，敢那安尼款的代事是真正普遍的。其实，正正应该讲对唔住的人是谁呢？啊？这个也有，那个也有，唔知要第一解好哩。阿呆啊，是叫你买电饭锅，唔是叫你拣红，就看你久咩？啊，双第一解。诶，这个这个，四十六块九俩。第解？哎，第解。哦，哎，这个就啱，三十六块九俩。哦，就买这啦，买这啦，好，第解。哦。介如屁，你套十四块九尔。几强？这不是卖十四块九，是省十四块九。叫你读册无读册，走去拍五哩。哦，你贵啊！哎呀，无能卖卖啦，明卖省个啦，古个还会得用哩。哦，卖卖啦，明卖。电饭锅派了安怎用？卖派，还会得直播。但是咱就要注意，莫开超单就好了咯。你会晓咩？哎，我当时只有学过。讲你呆啊，你有时真会看起来袂呆咧。是，我真的是阿呆啊。好啦好啦好啦，莫买，咱就转去哦。爸爸爸，你退，买是骨头，有送物件咧，有电饭锅啊。你连三十六块的电饭锅都唔肯买，你莫甲我讲，你想买几百块，伊是骨头哦。唔是我爱买啦，是正常想爱买。你想清楚，伊是想爱买，但是咱无欠的，莫了累。无了累，政府唔是可能真做累咯。
政府给咱的补贴钱是要用放欠用的地方，嘛将正常读册要用的文具，各位学堂要穿的鞋，咱每一日食的米甲饭，不是用来买这无聊的什么医师骨头，你明白无？好啦，你莫了我的时间啦，你休息我无休息，我要去做工的啊，紧啦，行啦，行啦。好死了啦！我买一只股票啊，起价一块了。你买几粒？300粒咯。哪是啊？你买那做？我的朋友跟我讲，一只股跌到起价10块。你个朋友当然就相信，上好啊，机会买买棒球啊，阿婆啊，烧着手就害咯。这阵棒球啊，什么拢无了。你等你啊。我是讲爱乘胜追击，一百过个赢都等。雷安的鬼影，大概会使变成财神爷了啊！啊！好兴啊！七月过了，我想到我托着鬼啊！拍摄！哎呀，阿弟，是你啊！真久无看到，好势无？无什么好势咧？你是惊我跟你笑啊？不是啦！哎呀，你第时坐轮椅的，阿做我都唔知道。你好车弄着啦，恁的无闲我卖交叉了。你那难怪真侪话答哈，我都困了哎。哎，坐电车啦，我知影这带福克森都有摊虾米，真正好食呀。好啊好啊。啊，个福克森的，真足啊，我买你两颗。阿米洛爱食物件，是爱吹球的看的顶。哎，看有头前有一间又偏又吃，哎，你啷爬车？对啊，来啊。好好。哎，来来，头前就是了，来，对我来。我唔系该食饭啦，要紧啦，久久一摆，你等应酬咯。安怎讲，伊嘛是我大兄嘛。伊是你家大兄，唔是我家大兄，我尽量陪伊食饭。嘘，卖你大声啦，可以听到就无好了。家是家买啲手做容易，老人做食食，真善明咩？什么人讲的？哎呀，你都当作家一个暂时的老人食饭咯，你都要较亲切淡薄。安尼看啊，别人看到啊，爹都讲你真有爱心，可能呢？个翕相、翕 video、放放 internet， 哇，到时啊，你红到唔清楚啊！去咯。几届尔，我做好事，可你两趟，可你趟呀？哎啦哎啦，当节都有人了啦。当然是两趟。哎呀，爱食什么？could I get the grilled tiger prawns and U.S. scallop and iced lemon tea without ice？ 摆一份牛排，哦，啊，搁一杯汽水。这个一份是不是两块俩？我一份，一杯白滚水，隔壁饮了暗暝困袂落。阿兄，按照你走去卡巴去到卖地书，真危险的咧。我特不是伫卡巴卖地书无代志的，今日可能是离婚假啦，特登车搞我过袂去。发生什么代志？哎呀，卖讲啦，讲了迫切啦。你什么代志？人无舒服啊？是不是上风啊？哇，阿兄，你食安尼看会饱？人老了，免食安尼饱的啦。哎呦，这个物件真补足的咧，你食安尼多，血管会掉塌的。久久食饭无代志的啦。臭味啦！做什么？真臭的。阿兄。做什么？我赶时间，咱慢慢吃哈。头先你讲对我大兄无什么好话。哎，你无皮了啊！一嘴哦，麻将不熟到，我袂打寒了啊。就算真的是麻将不熟，你慢慢讲出来嘛。你看。
准气着伊来走去。走咪走去咯，你想到伊真爱是走去啊？伊是惊昏，你才走去个呀？伊才看伊人会赶时间咩？安尼难免有危险。哎呀，算啦算啦，伊也无食着啥物。啊，食食食食。啊，刘丽啊。哦，那位老先生已经买单了。哎，唔客气哦。今日安尼好，请咱食物件。我平时对都无好啊。我知啦，伊就一直要庆祝咱成为立国一代。什么是立国一代？啊，立国一代啊，就是讲咱这班伫个五十年代出世的人，啊，就是 Medica Generation。哦，我有分不？有啦，哎，洪阿是1950年到1959年之间出世，迄拢叫做立国一代咧。对。我阁会记哦，以前的生活真艰苦，咱细细行条出来做工、扛累、倒卡手出来。哦，我跟你讲，新加坡独立的时阵哦，啊，咱这班人是合作头几班做兵的，哎，安尼算讲对国家真有贡献的。是哦，政府为了感谢咱一代人，推出了立国一代的配套，帮助咱一撮立国一代减轻医疗的负担。听讲啊，这个配套的津贴啊，对咱人算乐龄啊，真侪好处诶。哦，安尼讲，咱会使成为立国一代，是应该欢喜的代志啊。哎，康卡条，啊，咱既然安尼欢喜哦，啊，无加淡薄料，加吃淡薄方便物件。啊，我咧看，这包薯条吃安尼侪人，小可较寒酸淡薄咧。无问题啦。哎，伊叫康卡条，你是真是要甲食伊康卡条啊？放心啦，食袂死人诶，你比食啥物做得久。好啦，好啦。听讲政府啊，啊加起几个消防中心，每一个摊位咧啊卖物件，上少有一项袂超过3元，到时你就要请人食。就是讲咧，到时你请人食的物件有真多，是无超过3元的。好啦好啦，咱就这样讲定啦吼。哎，我卖啦，我来去卖地鼠啦吼。看下嘴啊。OK。三包一块哈。讲真诶，即侪人都唔知影，空卡条件你都要较骨力淡薄，因为头先去顿食到50-60元，差不多是伊三工诶所费咧，伊诶心痛都真痛诶，特别伊诶心痛，唔是为着钱。歹势啊，周梦姐，你知道是毋是爱请人？嗯，古早你做过啥物工？啊，古早我做面店姐。安怎你无做了咧？因为我怕人，你去内面变了几个月，出来就扑头了。安尼款啊？啊，你看，歹势，交叉。严导。你也袂行累啊！哦 ，sorry 啊。怎么没听你说过你有个哥哥？我爸妈在我10岁的时候就离婚了，当时我哥也才12岁，我跟着妈妈，他跟着爸爸，之后就再也没有见面了。这么多年，你们两个都没有联络。我跟妈妈去香港定居，我是因为不想放弃公民权，所以在18岁的时候回来服兵役。那你回来后有去找他吗？有，可是他们早就搬家了，连手机号码都换了，好像在人间消失，音讯全无。没想到今天会碰到他。那你看到他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要快点抓住他？我突然愣住，反应不过来。等我追出去的时候，已经不见他的踪影。他也不认得你吗？我相信他有意逃避，不想认我。你
为什么会这么说？他应该有自己的苦衷。我看他好像过得不是很好。那可能是因为他不想让你看到他落魄的样子吧。迄当时也简单啊，完全都无想到爱跟伊私家饮酒的老爸，伊偌希望因老母会使带伊甲因小弟去香港，但是伊根本无通去嘛，看起来是敢那是命运的安排啦，其实是爸母两个人的决定。迄几年啊，为了想阿龙来厝内讨笑，年纪个岁也简单，一年唔知甲因老爸搬厝搬几摆，搬到伊家己本袂认厝，三顿阁食袂饱。今日阁唔知影明日会发生什么代志。分这个字啊，若是拆开，就是一个八加一支刀。爸母若是分开咧，受苦通常皆是今日。今日的身躯敢若予人拄八支刀安尼，真的是可怜噶。遐是小弟甲老母移民去香港了后，寄予大兄的头像批。内面除了有相片咧，阁有一张批。批内面是安尼款写的。哥，你还好吗？我很想你。昨天妈妈带我去海洋公园玩，我们玩得很开心，多希望你也能在这里。别吵了，点了。因小弟永远都袂知影，这张相会让因大兄哭个痛苦。弟，莫怪我，你就当作无我这个大兄。着别别，我着别别，我请假，来无干了。哎，简单，加买啊，花的号码六幺幺六，十大十岁。安迪啊，安迪，我买一张尔，你会使先花买无？我惊买袂赴咧。你讲什么？我家己嘛惊买无，让你先买。你讲什么话？这刀侠烧来了，把你侠。他个有。安迪啊，那先买一张就对了，买安尼多本无用，你加了累个，你了人的时间，阻挡人的财路。点去啦！破假嘴，有嘴讲别人，无嘴讲家己。后摆较早来啦！哼！真的是离婚家凯拄到这个衰鬼啊，害我买袂赴。阿明若开出来，就衰到拍停。无安尼兴的啦！无安尼兴，阿明你的字若开出来，你会哭到无目屎啊！错的，乱乱讲。喂，铁香，啊，海关，什么？我儿子不可能用假护照的，你们搞错了吧？啊，啊，哎，我讲五千啊，啊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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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现在马上去拿钱啊。阿哥，什么代志啊？无你的代志啦。哎，杨哥，杨哥，你看你刚讲你要做什么？无关你的代志啦。哎，安怎你点点电话？杨哥啊，我是惊你被人骗啊。不可能，电话是对飞机场的海关卡来，哪来骗嘛？什么？你人讲什么？人人讲我惊人假把包，害人扣留了，叫我马上带现五千块的保释金，才会使放人。那是无啊，伊在撩我囝去坐监牢了。伊人讲你着相信啊，我做你卖靠，互你囝问清楚。是哦。我惊甲讲去煞无想着。
无人听，我怕是真的有代志了，无安怎会惊无听？阿哥，你免担心，伊无听，卡卡伊听啦。唔是你的囝，你定都讲免担心啦。哎，我都唔捌你安怎甲你讲安尼多啊？我看我过去卡进去行雷啊，无我囝会食咱了。哎，阿哥，其实啦，我拜伊海关的人哎，马路需要几千块，我得使搞定你囝的代志。真的假？真的啦，唔相信啦 ？OK， 我看好伊。喂，阿婆，啊，简单啦。哎，听讲你人靠刘姐人对不？喏，迄个用假 passport 入境人啦。阿哥，迄个叫叫马德良是不？啊，是是是。对了对了，你看 ，OK。嗯，感谢。我朋友讲，还一千块，明仔载早起就会使放人，阿麦一千块。哎，我准提好你哦，感谢感谢。五百、六百、七百、八百、九百、一千。啊，哪哪，sorry， 讲起了。OK， 对了，阿哥，你再当初等消息，我告你家人弟，你家爹就无代志。但是啊，下摆你就要小心嘛，这次真侪骗呐，莫安尼鬼互人骗。哎，安尼我会惊电视会使出来啊？明仔载咯。哦。啊。好好好，真的啊，你无骗我哈？真的，明仔载。感谢，感谢，感谢。也许我不想对你念念不舍，但什么让我转转翻车？哇，秀啊！现在松松困一暝了，海鲜真鲜咧！哦，干哪安尼款的情形，讲真咧，咱是看甲卖看了。但是个人比这两个更加歹看，都是甚物呢？就是有个人想家己赚着，但是伊家己唔知影，家己如意的是甚物？过来食滴个，过来食滴个。这两个小的要求咩？来吃喽！哎呦，哎，那后尾的大波吼，色色呢？哦，就是个爱吃榴莲，个无泪味，个刺激的咯。是啊，是伊啊，今次吼真衰呢，年年拄到遐困难，艰难做只食。吃到本咩？小心下日袂出啊，妖怪哦！莫生气啦，咱今日来互享受的嘛，莫插伊啦。臭嘴！这就这啦，莫人生手点。得对得标。对咩？对了。对这啊对。我袂摇落摇落，一开落摇摇落咧，偷标啊！真衰样，你最不怕。阿公，吃辣了。安怎无做了呢？啊，无做了呢。我刚才讲这么多次，你没有纠正我，现在来顶的时候你才来讲。上不卖上了，哦，回量啊，回量，你卖个花出来了，上呀。喂，瑞，你卖小熊去买个微波的。
我也不会，是由以下机构温馨呈现。